传统民谣吉他是云杉搭配玫瑰木的组合，可是随着吉他手的审美和追求在变化，传统的云杉搭配玫瑰木组合已经显得不够用。不断创新前行的 Taylor 公司深知这点，深耕更多木材的可能性，因此诞生了著名的采用相思木的 K 系列。相思木拥有出色的纹路，这种差异化会使相思木越来越受到追捧。凭着 Taylor 精湛的工艺， Taylor 将相思木运用到 Custom 系列上。这把全相思木的 Custom GA 采用精选的 LA 级夏威夷相思木，纹路让人一见倾心。青金采用火焰纹路的桃花心木，包边采用火焰纹路的相思木，面板采用鲍鱼贝壳，手工镶嵌，再加上个性化的琴头与品味标记图案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并且搭载了 Taylor 专利的 ES20 音系统，独特设计的传感器让声音动态范围更广，